當我知道 Brian Eno 同埋 Daniel Ninwest 係將會監製 YouTube 一張唱片1983年嘅《The Unforgettable Fire》，我嗰陣時係好興奮嘅。因為點解？因為我好中意 Brian Eno 同埋 Daniel Ninwest， 因為佢兩個同埋 Roger Eno 三個係監製咗呢一張大碟 Apollo。就是被呢、這個NASA 作為一個配樂嘅，咁我係好中意印碟嘅。咁大家都知道 Brian 嘅出身就係 Roxy Music 啦，咁亦都同 David Bowie 啊咁合作過好多次、無數次啦，所以我對佢係好有信心嘅。不過係期望係會點咧，就嗰陣時係未知數嘅。不過我好有信心，咁就當買咗碟翻嚟，第一時間聽完之後咧，我係感動到喊，唔係講笑，真係好感動。我覺得，哇 ！YouTube 係完全擺脱咗佢係一個，即係一個憤怒青年，到而家係開始成熟咗，去點樣去體會一啲用音樂去分事，唔係淨係投訴，而係去 lead。rather than complain 咁樣去將佢嘅意識係帶俾大家，咁嗰種非常之 ambient 嘅style 咧，係擺脱咗佢幾張三張之前嘅大碟嘅。呢一首相信大家都應該都好熟悉嘅，因為點解？如果你有追 Live A， 即係1985年原裝嗰、那個，佢係唱呢一首歌，跟住有兩個，佢拉咗兩個靚女上台同佢一齊共舞咧。咁呢一首歌，我相信係世紀之作。If I could, yes I would.